家好，欢迎来到国风剧场。芒果台及乘风破浪三完结之后，顶流姐姐王心凌现象级翻红，彻底火爆全网，仅凭一己之力将芒果台推向了新的高度。如果没有王心凌的出彩表现，7月29位姐姐确实很难让这档节目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。即便有了王心凌的加持，选曲、造型以及舞美方面还是遭到了网友们的口诛笔伐。节目收官后，王心凌不负众望，成为了本季最大的赢家，不仅唤醒了无数歌迷的青春记忆，还掀起了一阵阵考古热潮，随着人气热度的不断发酵，芒果台比谁都聪明，可以说是抱紧了王心凌的大腿，生怕失去了这位流量密码，于是就推出了高质量户外真人秀《星星的约定》，嘉宾阵容堪称一绝，除了甜心教主王心凌外，还邀请了脱衣中心童蔡卓妍、演员黄小磊、吴谨言，五位姐姐再续经典，在节目中把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都展现了出来，全网毫无偶像包袱。做游戏也好，彼此的日常交往也罢，观众都能在五位姐姐身上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。但好景不长，不知出何原因，该节目只更新了一期节目就没有了下文。本以为它会像其他真人秀一样准时更新正片，结果一拖就是好几个星期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正片还停留在加更版，丝毫没有更新的动向。对此，全网展开了各种热议，有人说是因为国庆期间广电不允许电视台大幅度推广综艺节目，起初很多网友都信以为真，但仔细琢磨的话就会发现这种言论压根儿就站不住脚，因为同一时间有多档节目开播，更何况这档《星星的约定》既没有出现翻车事件，又没有嘉宾因反套路操作被炒上热搜，所以这种推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目前超过80%以上的观众都对该节目失去了耐心，无形当中大大降低了观众们的期待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节目停播期间，王心凌还在微博上点开了蔡卓妍的微博超话，有网友戏称王心凌这是在查岗副队长，想必王心凌在微博上看到了不少粉丝期待她回归的留言。果然不负众望，没过多久就有微博大 V 爆料，王心凌会在11月底再次返回大陆。强势归来，一个是为了满足粉丝们的心愿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将会参加多档大型晚会，想必王心凌的铁粉早就收到消息了。跨年晚会和央视晚会的你要嘉宾名单中都出现了王心凌的名字，除此之外还有消息称她还会担任一档音综的常驻嘉宾，不出所料的话，大概率还是芒果台旗下的王炸节目。生生不息宝岛季跟时光音乐会的可能性都很大。其实早在9月份，微博热搜就出现了王心凌将加盟2023年央视春晚的消息，尽管离春节还有几个月的时间，但网曝消息已经发出，无形当中再次吊足了观众们的胃口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只要有王心凌的加持，今年的春晚必然是一出好戏。根据官方透露，央视的春节晚会节目组已经在北京正式建组，目前正在筹备各个类型的新节目，据说每天都在开会探讨舞台作品，有小品、舞蹈、歌曲、杂技以及相声，但为了拉满全国观众的期待值，具体内容跟往年一样处于保密阶段，也就是说网友之前爆料出来的内容仍存变数。尽管具体内容观众不得而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心凌势必会出现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，原因有二：一，王心凌在今年夏天承包了全国观众的欢乐，综合实力有目共睹，现象级翻红并非偶然，影响力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强大；二，作为一名优质偶像，王心凌参与春晚的录制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由此一来，央视不光能为春晚预热一把，同时也颠覆了所有观众对总台的固有认识，可谓一石二鸟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到时候春节联欢晚会想不火都很难。其次，央媒不止一次发文点名表扬了王心凌，其中最深入人心的就是央媒出版的《中国航天无人版爱你》。在歌迷眼中，王心凌其实就是一个正能量的化身，如此高人气的实力派女唱将，其他卫视自然也不会放过。芒果台应跟王心凌早就打好了合作基础，所以在今年的跨年晚会上，我们可以看到王心凌再续经典。晚会还未播出，就已经有不少网友按耐不住的激动的心情了，恨不得把时间线直接调到春节，甚至还想让王心凌跟其他喜剧人出演一档小品表演。不得不说，今年的王心凌男孩真的是脑洞大开，个人觉得演唱经典曲目《爱你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，至于出演语言类舞台小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除此之外，春姐妹花也在某次采访中透露会在10月中旬回到大陆。
由此一来，三姐妹就又可以重新聚在一起了。如果芒果台有认真看网友们的留言，就应该在跨年晚会上让星星的约定五位姐姐吴爱玲撒娇再次重聚。王心凌录制完真人秀回到台湾，歌迷爆料主要是为了录制自己的新专辑，之前在直播的时候就给出了正确答案，当时还是收割阶段，想要听到王心凌的全新个人专辑最早也要等到明年春天，毕竟一张专辑制作起来各个环节都不能马虎，相信王心凌是不会让网友感到失望的。总而言之，王心凌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江湖地位，热度频繁刷屏，没有因为乘风破浪三的收官人气受到任何影响，反而越来越火，提前预定两场高质量大型晚会，打脸众多网络营销号。不知道大家都期待王心凌的绝美舞台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